Yoga Sutrasa Patanjali Satana Pada Samati Pavanartha Kleshatanu Karanardascha Samati Pavanartha Kleshatanu Karanardascha Klesha 代表烦恼，烦恼包括我们内心的焦虑，内心的妒忌，不其然的愤怒和悲伤，以上都是痛苦而令到我们内心产生负面的情绪。锻炼的目的是令到我们可以慢慢进入全神贯注的状态，减轻痛苦。而在文中所提示我们的是，经过不断锻炼之下，我们可以达到两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是令到我们可以进入瑜伽完全的境界，全神贯注的状态之下，三摩地，即是入定的状态。而第二个目的就是免除我们内心的痛苦，而这个痛苦是会令到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。 Glesa 烦恼，烦恼是包括我们内心的焦虑、妒忌、愤怒、悲伤，而以上都是会令到我们内心痛苦。所以我们是从文中所提示，我们要经过不断的锻炼，最终锻炼到我们可以将一切痛苦消除。 Samati Pavanartha Kleshatanu Karanardascha